大家好，我系 Trisha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西班牙队史首次喺欧国杯单场入五球，喺2020年欧国杯分组赛 E 组最后一轮，西班牙5-0战胜斯洛伐克，成功晋级欧国杯16强。据 Squawka Football 数据统计显示，呢个系西班牙队史首次喺欧洲国家杯单场比赛里边打入五球。据统计，西班牙呢场5-0大胜，追平咗欧国杯历史上嘅最大比分胜利，系欧国杯历史上第五次五球大胜。呢个都系2004年欧国杯瑞典5-0赢保加利亚之后嘅首次五球大胜。喜欢这条片的话呢，就记得给 like 同埋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